娘娘，还疼吗？我怎么也没想到，九王会走到绝路上去。您说江音月说的能牢靠吗？赵王已经调查证实了。怎么，你因为赵王救了他不高兴啊？娘娘，奴婢早就不会因为江音月的事情再跟赵王置气了。跟了您这么久，大度明事理，也跟着学了不少。再说了，赵王敢救他，说明赵王心里坦荡，奴婢信他。赵王是个重情义、明事理的人，他表面上像个傻白甜，实际上他这个人啊，大智若愚，我们谁都比不上他。奴婢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，遇上了他。九王能做出通敌这样的事儿，我真是想不明白。平宁城被困，就意味着我性命会不保。看来九王当时也是狠心舍下了我。娘娘，赵王有一句话算是说对了，只有皇上才是您最牢靠的倚仗。娘娘，您在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。我一想到九王，心里就不是滋味。娘娘，您不会还是对他？我对他早就没什么想法了。我也告诉自己，不要再想这件事。但我一想到九王他曾经救过我的命，而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，我就觉得良心不安。娘娘，九王现在音信全无，我们就盼他一切安好吧。也许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，无论如何，我希望他还能活着，活着比什么都强。